从没有水，他跟我说我根本不需要这样子。我洗个手，尿个尿，洗个手，他没有水，我问他说怎么没有水，他跟我说我不需要这样子。我今天已经尊重你，什么叫我不需要这样？叫我们店长出来。哎，王长大，你是很饿吗？哎、你过来！我是觉得这个人不太……很情绪化。对啊，就没就小事。而且人家就是想办法帮你处理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你就大声什么？这人在搞什么脾气啊？你这样子跑到全部餐厅的人吃饭。哪一位？我是店长，因为刚才是有客人，就是在我们那个厕所，就是在闹事情这样。他是怎么闹？就基本上的话，就是他刚才是说，就厕所没有，反正就是感应没有水之类的。那他就是有点太失控，就直接在这想跟其他客人大吼这样。哦。对，因为刚才就是他已经离开了。对。两组客人都离开了。他有跟蛮多组客人发生冲突了，但是就是、就是有互骂这样，然后因为就是刚才太失控，所以我才有报警这样。哦。好、他目前是已经离开了。好，安娜客人都离开了，都离开了，对对对。好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不会，啊，我们留个资料这样就好。